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 LSP 猎宝的第21章，我是 Special Campo。啊，今天我们要在这个沙漠地区，还有这附近的公路这边去接案子，或是看到路上可疑车辆就拦查，或是对，就接一下案子。好，现在就从这几集开始，可能就要。拿先在开始之前拿一些装备之类的，所以啊还有护那个什么护甲，可能就是要拿一下以防又死掉了，这样就非常不太好啊。所以大概就这样，好，那我们今天看看会发生什么事。Dispatch calling Unit 6, Lincoln 12. Citizens reporting a suspicious person in, Grande Sonora Desert. Units respond code 2. 好，这边现在有举报说有可疑人士，好像是一个流浪汉之类的。他上面是说流浪汉，然后他，那个无线电里说是有可疑，应该是可疑人士，所以我们现在赶过去看看，到底是什么。什么人？好，他应该是在路中间不知道干嘛。希望不要无缘故来攻击了。好。哦哦哦哦！你，我就知道你一定会被攻击，你一定会攻击我。你要站起来了没？对啊，我把那个，天哪，那个玻璃酒瓶被吃到，真的是不是开玩笑的。好，那是 Clutus Blake。好，查一下他的名字，查一下他的名字。看他有什么记录之类的。拍照有效，没有任何不良记录。好，搜身一下，看他身上有没有什么违法的东西之类的。好，有一个 car manual， 那个汽车的使用手册。他有喝酒之类的吗？哦，0.73。是有喝酒，但是他没有开车，所以就没关系啊。但是他应该是喝酒，然后精神恍惚，然后大概就是在这个附近不知道干嘛。然后我来以后就攻击我，好叫运输单位来载他。啊，等运输单位过来这里，我们就可以再进行下一个差事。哦，然后有几件事情我想讲一下，就是我看留言，你们留言我都有在看 ，OK， 就是说，我还以为是洛杉矶警局的警车，就是说，你们很多人想要看军人对不对？军人会在25章拍 ，OK， 25章会拍军人。然后对，就是这样。然后还看到很多留言，就是说，最常留言就说，哦，我拍台湾警察，拍台湾警察，拍台湾警车啊，对不对？我就是在这边讲一下，就是，不管是 LSPD 啊 ，LCPDFR， 没有台湾警察 ，OK， 也没有台湾警车。你们在 YouTube 上看那个，我也看过。你们在 YouTube 上看到的有人拍 GTS 警察模组那个台湾警车，但是他自己制作的。警车贴图，那个不是 LSPDFR 那个什么所释出的，那是他自己做的，所以那个只有他有而已，除非他想提供出来让人家下载。好，有辆可疑车辆，可疑卡车在这附近，车牌是49ORJ129。好，我们就在这边找一下。好，然后刚才讲到哪里了？对，那个是他自己做的贴图模组，所以，那就当然就只有他自己在使用了。对，就只有他自己在使用，所以就没有台湾警察车
台湾没有台湾警车，也没有台湾宪兵啊、警察那些都没有，那个都是他自己做的。OK， 这个很多看到很多在问啊，应该是觉得很疑惑，所以有人就大概讲一下。然后前面这台车，前面这台卡车是吗？感觉好像是。看一下车牌 ，OK， 对。先查一下车牌啊，近一点。好，先跟在他后面，看他有没有什么违规的事情之类的。OK， 他的拥有者是Lee Enfield， 然后车子看起来是都没怎么样，但是为他是被标记，他刚才无线电说他是可疑车辆，所以我们就来看一下到底是在可疑什么。好。哦，可以打开他的车厢后面哦。谁在讲话？是里面啊？啊？搞什么鬼啊？哦，这边要叫支援来，太多人了，我怕他们会跑走。那三个可能就给支援抓。我来追这辆那个货车好了。好，那个他被挡住了，我来抓这三个。OK 啊，我还是把车开上去好了，这样比较快，不然这样会逮不到人。结果，车子开上来，对。好，不要再跑了，不要再跑了，对，不要再跑了。另外一个应该也被抓住了，把车子开上来，没关系啊，反正这个地方，那个车子能上来就上来嘛，对不对？反正又不是什么很多陡的坡。另外两个都被抓住了 ，Sarah Lee Lee Jun 吧，应该是吧，怪名字哦。刚才是听到车子后面的奇怪的声音。叫运输单位来载他们。我觉得应该是什么？哎，为什么爆大声？应该是什么人口运输还是什么挖哥的？因为没办法，我要上来逮这三个人，那刚好那货车被就是被警察围住，就交给警车了。好，那个运输单位要上来了，要撞到那个犯人没有？上不来吗？可以吗 ？OK 吗？但是我要下去这里比较好，跟我过来。好了，我已经到了，不要一直。哎，我就已经在这里。天哪！好啊，你可以停下来下车好不好？对。好，那另外两个应该是会有其他的。对，这两个下面这两个警察是来带上面那个的，然后这个被我叫支援去带走了。刚才那个一定是什么违法人情，什么运输人口之类的，我觉得应该是啊。好啊，大概就是这样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就在下到公路这里看看会有什么事情呢、啊？什么奇怪的事情？那如果有些案件都会跟以前的章节重复的话，这都是很正常的。因为就算是现实世界，每天发生的案件也不都那几样。对啊，也是嘛，对不对？游戏里是也是差不多啊。这两台警车是好吧？不管了。好。今天比较特别，是从时间比较特别啦，就是我没有把时间锁住，就让时间跟着那个游戏去
去就让时间过啦，没有特别去锁住时间，不然每次都拍白天，这样也不太正常啦。好，我看到有一辆失窃车了，哦，真的是没有看到我在回转吗？好，我先把车子修一下，然后去追那辆失窃车辆。啊，看来好像不见了。啊，不见就算了啦。天哪，因为被那个毁。这个我真的每一集都要骂一次 NPC， 这样才过瘾，真的。啊，看来有什么公然骚扰事件了。我想要过去，一定是有人在那附近，做什么事情，所以才会被有人报案或是什么事情之类的，不确定，待会过去就知道了。又是要这种搜寻的方式。这附近哪里有人呢？是这个吗？这是什么？好像只是路灯而已。我觉得我要下车一下，然后刚才忘记用一下那个，好像没有哈，哦，对，找到了，好，手电筒是一定要的。附近找一下有什么状况，原来只有给我们一个范围而已，也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情。该不会又是谎报吧？我很讨厌谎报。对啊，没什么事情啊。不要乱来哦，我警察有配枪哦。好，看来是没什么事了。这里过马路看一下是。哦，哎。不要过来！哎呦，天哪！该死的，我只是走过来，那只冲过来想要攻击我，这应该不能叫监视人员吧？这要叫什么什么啊？好啊，叫一下监视人员看看会不会过来。原本是来这边看有没有什么事情啊，结果 ，OK， 好，监视员正过来了，结果反正被一只这什么、啊、山豹嘛攻击，哦，真的可以耶，哦，棒，好啦，快点啦，赶快，对，好啦，那如果这边都没有事情的话，可能就要结束这个案子了，好。再看一下这附近有没有什么东西，直到回到我警车那里去看一下。如果都没事情，就要结束了。哎，这个是怎样？这是怎样啊？有事吗？没有吗？哎，为什么？哦，我刚才把那个人的破酒瓶捡起来。OK， 又有一只了，不要过来，哎，天哪，我觉得这件案子可能就是这个三爆的问题，再叫一次监视人过来。哦，全然想象上次被狗咬以后，这次如果要再被三爆咬的话又怎样子？然后监视人，我们要等监视人过来，麻烦你了，哎，他们来了。然后那边那个警察挡在那边，我也不知道干嘛。
哎，接线员人呢？在哦，在这里。好。OK， 处理完了，那我在附近再继续走一走，看看会有什么事情呢？应该是没有了啦。不然在附近能有什么事呢？对不对？很远呢。对啊，应该没事了。好 ，OK， 可以离开了。离开这里。哦，然后刚才那个警车还在那边。好，我们现在又发现一个。不知道是什么人士，可能是可疑逃犯之类的，所以我们现在赶快去抓他。哦，然后非常暗，我都看不到路。可以说是真的是非常暗。嗯，他开好快啊。好，快追到了，快追到了，在这边。叫一下支援，挡他。哦，他直接冲撞警车。不要冲撞，对你被围住。哎，对，挡住他，挡住他。对，停。哦，天哪，你在干什么？对，挡住。这一定要。完全下车才可以拿枪出来的，下车，对，不要把武器拿出来，对，现在可是有很多警察。好，逮捕，等一下要查他到底是发生什么事。Sam Houghton， 查一下他的名字。好，牌照有效，没有任何不良记录，那他是发生什么事？搜身。哎，他身上没有任何东西。好，跟我过来好不好？先把你放到警车里，待会儿给他酒测看看。嗯，不进去吗？不进去吗？要我上车你才要进去。嘿，上车啊，上车。哦，有啊，他上车了。 OK， 我们查他的车子。OK， 然后副驾驶座咧。副驾驶座没东西，后车厢，这样应该查不到吧？车子贴太近了，后推一点。好，再查下后车厢。好。他车上其他地方没有东西，他地下室座有发现一个违法物品，就足以说要逮捕他了。刚才广播就是说一个应该是嫌犯、可疑犯那类的。好，叫拖车把他拖走，然后叫艺术单位把这个犯人载走。好 ，OK。
运输单位过来了。好，把赶快把他带走了。OK， 大概就这样结束了。好，我们再继续看看接下来有什么事情呢？好，这边目前哦，最近的哎，嫌犯刚好在这里。最近的警匪追逐好像蛮多的。OK， 他现在是 OK， 我以为他要停下来了。对，停车。下车。下车队，停住队，一个人而已吗？对，看来只有一个人。哦，最近的警匪追逐蛮多的嘛，到底都是做了什么事，然后一直跑呢 ？Penny Jameson， 查一下名字。好。拍照有效，没有用不良记录，但是他又到底是在逃什么呢？先搜身一下，看他身上有什么东西。嘿嘿嘿，怎么让我搜呢？好，有了。OK， 他身上没有东西，先叫啊、哦，对，还不能。要先收完他的车子，好，麻烦过好不好？不要挡住那个 NPC， 在这边待一下。哦，那个警察是直接翻过那个门呐、啊。好，查一下他的后车厢，看有什么东西。后车厢没有东西，驾驶座嘞。驾驶座也没东西。那个副驾驶座嘞？哦，然后直接挤进去搜，也没东西。然后我们 OK， 我们困在里面，必须要爬出来。查一下这样的车牌好了，以防我觉得这辆车好像根本就是他偷来的。好 ，Brutal 3车牌48YQH729。我先把我的警车移到旁边一点，然后车子对神奇的不见了。好，这辆车是明显的就是偷窃的。最近很多人喜欢偷车啊、哦，你就被逮捕了，偷啊，在偷车啊。然后运输单位过来了。所以他是偷车，所以才在逃，然后我们就接到支援，所以就把他这个偷车犯带走，大概就是这样。好，蛮顺利的。我们接下来再看看还会有发生，还有什么事情呢、啊？大概就还有什么事情会发生？前面这台车很明显的根本就是酒醉了吧？哦，天哪、啊！对，非常好。停边边一点好不好？谢谢配合，然后哦，还把那个撞倒。好，我们看一下这辆车的资讯吧。好，现在就等资讯出来。登记是在 Lawrence Bedpitt 的这个人的名下。好，我们来问他一些问题好了。他有没有喝酒 ？I want my lawyer 哦，他说我要找律师，很好。但是你这个样子看起来就是有喝酒。他最近有没有
吸食毒品，他说我没必要告诉你，很好。等一下就是要查看看，我可以搜寻他的车辆吗？他说最好是不要。OK， 好，我等一下就是硬要。OK， 好，大概就是这样。然后先查一下他的 ID， 问他的 ID。好 ，Lawrence， 对，这辆车是他的，嗯，很好。然后可能要先，先不用好了。我先给他酒测一下，一定要酒测。哦，酒测 1.61， 然后还在车他的驾驶座找到一堆空酒瓶，非常好，你给我下来。下车。Police, stop whatever the hell you're doing. 为什么要跑呢？好，先生，你因为你自己开车都开得像一个混蛋一样，左摇右晃的，然后又在我前面经过，就是你就只好乖乖被逮捕了。搜身一下，看他好，对。Jesus， 天哪，你才 Jesus 吧？好，他身上没有任何东西。你先跟我到警车后座吧，以防在路上被撞死。上车，上车。我哦，最近都是上车，这个都怪怪的。好啦，现在收后驾驶座。叫他先在这边等一下，不然一直跟来跟去好烦啊。后车厢有什么呢？驾驶座找到一堆空酒瓶嘛，后车厢没东西。那副驾驶座嘞？好，副驾驶座也没东西。这次我们来搜一下引擎盖好不好？引擎盖来搜一下。好，引擎盖很显然就是没东西。接下来就是要把这辆车给拖走，酒驾，然后你很快就要被逮捕了，叫运输单位过来。拖车跟运输单位一起来的。好，警局蹲苦劳吧，或是罚钱之类，我不知道。好，上车，很好。好，那今天大概就是到这里，21章大概就是这样。然后第25章就是会拍军人，每过一段时间吧，都会拍一些特殊的东西啊。那下一章不意外的话，应该是会再进行一次我们的诱饵车辆。很久没拍诱饵车辆，对不对？对，下一章可能会继续再进行一次我们的诱饵车辆。哦，诱饵车辆也是偶尔会做一下了。那不然平常就是，接一些案子之类的。好，那希望你们会喜欢，21章。那喜欢 LSPDFR 跟我的影片的话，你可以拍，不是，可以按个赞或是订阅哦。那我们就在下一章22章再见喽，拜拜。